原标题：乾隆陵墓中孙殿英随手扔掉的裹尸布，结果几十年后卖了1.3亿元大清的历史。康熙雍正强国，而乾隆败国，到了嘉庆当家做主的时候，宫中已然被乾隆败光了，大清也开始慢慢的走下坡路。这般作为的乾隆帝，在他本人看来，他是个实权老人。他虽平定外患，但却损伤惨重；虽富国强民，但却让大清被一群朝中的蛀虫所啃食。乾隆皇帝本身也是极为爱好奢侈之人，他的墓葬之中埋葬的宝贝自然不会少。众所周知的1928年孙殿英挖了大清的祖坟，不仅仅是慈禧的坟墓被挖开了，因为时间缘故，孙殿英并没有去侵犯清西陵，而是将清东陵基本上挖干净了。乾隆皇帝的墓葬之中基本上被孙殿英挖了个干干净净，不仅仅是墓室中，就连乾隆棺椁内的东西基本上也都拿了个干干净净。而在那些侥幸留下的宝贝中，就有一件陀罗尼经被。这块宝贝虽然价值连城，但孙殿英的手下们却只当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裹尸布，并没有将这块破布拿走，而是将这块具有极大收藏价值的陀罗尼经被随意的抛在了地上。这件裹尸布孙殿英没有拿走，而后来被溥仪派来收拾残局的大清贵族也就将这块陀罗尼经被带走了。展开全文，这一块陀罗尼经宽有1.3米，长2米，其制作工艺更是令人惊叹。这种陀罗尼经还是西藏的某位大师赠予乾隆的。陀罗尼经的原料主要是真丝、藏羚羊绒、獐子绒等一些东西，先不说这种布料的实际价值，单单是西藏活佛就已经将这件陀罗尼经被的价值提到了极点。这件宝贝在被清朝贵族带走以后，本应该从世间消失的，毕竟晚清已经没落，即使是溥仪这种名义上的一国之主，都只在日本人那里才有容身之处，这件宝贝自然会被众多人窥觑。然而这件宝贝在沉淀了几十年后，终究还是在此面世。在最近的拍卖之中，这件宝贝被拍到了1.3亿的高昂价格。这件破布的确是被孙殿英忽略掉了天价宝贝。当然了，陀罗尼经被也不是乾隆皇帝的专属，慈禧也有，而民间也有一些，但也就只有乾隆、慈禧这种当朝权贵使用的才具备那个价值，一般人家的却只能算是个精神象征。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